双和 Jimmy 一起都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转乘支付二十多年来来旅居都差不多1000多人我们员工我们这边的生活越来越好差不多10个店家都这边买房子Hocam Rabdullah Seydim Emeyti, Leyzi Şincan Hediye Muyşen, 20多年前, Leydav Fucen Sonşişen, Şenzey Çınlıyla Zicidik Pimpey, Omen Gungsi Hay Çınlıyla Tönjubu, Gunghuy, Mucen Yu Liuşu Baca Şincan Şavko, Yanro Hogo Lezodien, Yu 278个 Şincan Ji Yuengong, 是我带他们出来的。我们切入是都是那个这个样子吃，这个样子吃呢，都是那个我们那个猪肉都是这个样子，都是那个一条一条的，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样子吃。1997年那个来到福建嘛，那个家里很困难，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家里都吃掉不够，我们一等到外地打工赚一点钱。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又不懂这边都是怎么吃，还有辣的不辣的，还有都是那个硬的还有软的，都是慢慢都是那个交流嘛。交流完以后，他家那个想什么吃，我们都是什么做。这个是我羊圈嘛，我们这个羊圈都是一次差不多600-700条一样的，都是早上5点半到6点钟。一次，那个10点半一次，2点半一次，还有下午6点半到7点钟一次，一天4次，都是专门都做这个样子玉米的。2015年，我们全国都跑一趟了，这边的福建人士都是不爱吃肥肉，我们这个样子都是没有肥肉，都是那个全素肉嘛。青海那边都是那个海拔3500米，一箱子都是那个山里面。拉过来的羊，这个羊呢都是那个肥肉少，那个素肉多，还有都是那个味道好。我们羊肉全是好吃，都是那个羊肉好，还有都是肉是新鲜的，没有冻肉，都是当天带，都当天烤嘛，都是味道 OK 的。这就是红柳钳子从我们新疆带过来的，这个味道真正的我们新疆的正宗的这个味道。用这个烤是要把这个味道烤进去吗？它会烤进去。我们这个羊肉好不好吃？太好吃了，正儿八经的新疆，这个正宗的新疆味道特别好吃，尤其是这个红柳烤肉太好了。来，我们的7个兄弟都是六个兄弟在这边，我们那个新疆当地政府帮助我们那个家里的嘛，我们很安心这边做生意，赚钱赚完以后都是那个家里做一点贡献，学校里面衣服，还有都是那个书包那个东西，还有都是我们那个村里面都是那个会议室装束，还有收入多个方面都是那个做一点贡献嘛。闽江一家亲，新疆到那个福建时都是一个兄弟嘛，来这边我们那个大儿子4个月来这边嘛，每天都出摊嘛，我下午4点钟开始，半夜都是2-3点钟回来。我们那个3个孩子，都是我们那个我的房东那个帮我们都是长大的，那个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的。我们那个某人公司所有的员工的孩子，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里面那个上学了。同学关心都是很好的，融入当地嘛。身体健康，身体好好的。身体健康，身体好好的。跟当地的老百姓，我们这个当地的政府，我们做不了什么东西，都一点点贡献嘛。养老所、学校送一点东西，那个春节还有都是那个时候拿一点都是那个东西送过去嘛。
Thank you.